see the Loch Ness. Pre-Christmas hike， 要来到隐藏秋千。我们刚刚爬错地方了，现在又爬回来，爬了一个小时，爬错 trail， 现在又要爬回来重新走一段。好热，很久没有出来晒太阳，因为现在太阳比较早下山，常常出门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。 这个 trail 是一个隐藏在山里面的秋千，它在 old trail 上面 rate 是就是困难的，所以我还特别带了登山杖，让膝盖比较不会痛。因为我前几个礼拜连续好几天去爬山，然后没有穿登山鞋，结果我的脚踝跟膝盖都好像有点受伤，所以今天就带这个应该比较不会那么累。 做饼干，然后买了这种模型，就是圣诞节的这种模型，像做饼干可以用的。它这种是除了形状之外，还可以上面可以盖印章的这种。想来烤红茶的圣诞节饼干，准备好的过筛的低筋面粉、热牛奶、奶油。 跟红茶包的茶叶，然后还有细砂糖。不知道为什么要点咖啡。 变得有点诡异，我又加了很多牛奶，可是很像还是怪怪的。<笑>
走了很久。这个可以包起来送的，还有这种在大创买的这个包起来送人就很好看。那它这种要用薄一点的，中间才就是才会熟。我们是烤了20分钟，我就觉得茶叶要多一点，茶叶要多一点，然后茶味比较重。那之后加2包茶叶比较好吃。叮叮，它其实是 iPhone 12 Pro Max， 装了这个壳之后就变超级大一台，口袋都装不下，然后讲电话就会变成这样，超级大。开始用 iPhone 12 Pro Max 应该也有一个多月，因为今年它没有出玫瑰金颜色，只买金色，它旁边有这个亮面的金色，我觉得它正正方方的就感觉有点像金块，跟我之前上一只手机 iPhone 6s Plus 比起来，它的大小其实是一样的，只是12 Pro Max 它有再厚一点点，而且还比较重，萤幕又比较大一点，可是它其实也是比较重。刚开始他们产品一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决定要买 Pro Max， 因为听说它的照相功能很强大。然后其实我手边还有另外一支 Pixel 2 XL， 这是之前特别买来拍照的，因为 Pixel 的相机真的超级强大。虽然我有相机，可是我后来觉得手机带起来比较方便，而有时候我想要调整颜色什么，直接可以在手机上面用，就很方便。Pixel 2 XL 用到现在应该有2年，快要3年了吧，我还是还蛮满意的，因为它的 Night Sight 真的超级强大的。不管你是对着太阳，或者是在光线没有很好的地方，它照起来还是蛮不错的。之前其实我把他们两只带出去试拍，觉得 Pro Max 没有到让我很惊艳。这两只比起来，我自己是觉得 Pro Max 照人像好看，可是如果是风景照的话， Pixel 还是照的比较好看。因为 Pro Max 照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美化的感觉，如果用 Pro Max 照风景照，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假假的，就是它拍风景的那些颜色看起来就觉得我不是那么喜欢，所以拍风景照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用 Pixel。 我觉得 Pixel 真的蛮适合用来照大自然的那种风景照，而且它后面的颜色调起来我就一直都还蛮喜欢的。有时候 IG 的出去玩比较远 landscape 或者人比较小的那种，通常我都是用 Pixel 照，那如果是比较近的人像就会 iPhone Pro Max。 目前我是觉得这样，但我其实只试了几次，所以如果之后有新的感想的话再跟大家说。 Kiss me slow under mistletoe and hold me by the fire oh yeah.Wish me a Merry Christmas, darling, on this Christmas.